是亲耳朵去检查的一下。这个小女孩我知道是谁，你去问她，已经在第二排地位比较少，第二层。扎西拉姆啊，看到没有？穿绿色衣服，深绿色。这扎西拉姆，扎西拉姆，他有七个月没跳过了，应该没在成都吧？扎拉姆和那个拉出关系非常好。对，四川出门一人。特别是阿爸走路比较多。对啊，本来就双胞胎，就那么双胞胎那么，一个是泽瓜那么，一个德瓜那么，他们还有其他名字，他有个店铺是商卖东西的。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，等一下换电池，等一下，应该可以坚持五分钟左右。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扎西拉姆，他是不是以后会不会一直在成都了？弯腰运动，跳累了，然后要活动一下筋骨，活动一下腰部运动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扎西拉姆、陈林，这个就是那些和拉出在一起。你待会再去拍他，好、啊。丽丽，这个应该就不知道是谁。来的频率比较低，是不是记忆力？这些短的微笑
开会了，跳20分钟马上就完了。